由于是昨天晚上刚刚出壳的，所以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全部出完了。那等到中午过后再去验一下蛋，看一下出了多少只小鸡。刚才又到下了2间鸡舍的材料，等下下午慢慢的扛，我估计到时候应该不会低于10间鸡舍，在下面的话建一排建过去，关键就是看冬季养鸡能不能养好，我大伯都一再提醒我，他说养鸡数量要适当一点，因为冬季的话那些野生动物都要到村里面来吃鸡，更何况我这山里面。他说我做的防御措施，到时候到冬季可能不太起作用。那到时候冬季看吧。如果说能防御得了，我不敢保证100%不丢鸡啊，偶尔丢一两只很正常。如果大规模丢鸡的话，那就不行。你看它这个睡姿，实在是太销魂了。不说猫的肚子是最脆弱的部位吗？你怎么把它露到外面啊？你不怕有人对你发起攻击吗？这个肚子啊。哦，你就要这样睡啊？好，那你这样睡吧。我走了。先去把崖洞里面那窝鸡把它背过来。这几只小鸡都很活泼，可以玩远一点了啊，我允许。崖洞里面的那只母鸡没几枚蛋，还有2枚蛋没孵化出来，等一下检查一下。这只小鸡应该刚刚出壳，哎，这只都在出壳啊，那要把它放回来，重新再孵一下。这只一看都破壳了。
刚才看了一下，除了十一二只小鸡，还有鸡壳啊，外壳已经啄破了，那就让它再出一下小鸡，给母鸡送点吃的去。这些小鸡都很漂亮，刚才看了还刚出壳的，这只就是刚出壳的，就当给它喂一点水。渴了，好，不打扰你了啊，晚一点再来看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这只母鸡已经孵化出来十几只小鸡了，而岩洞里面那只母鸡只产了五枚蛋，孵化出来三只小鸡，我应该让两边的小鸡把它分配均匀一点，所以我把这只母鸡和小鸡先放到笼里面去，剩下的蛋就交给岩洞里面的母鸡孵化了。还不断的有出壳的，你看这个是刚出壳的，这里还有在出壳的，两只在出壳的，四只，七只都是刚刚孵化出来，十只，这只刚出来，十一只，十二只，快进去，进去吧。就让先喂一点水。哇，这只小鸡是被活活踩死的，这里都是在出壳的，可能需要帮助一下，都在蛋里面动。你看这只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叫，这只也出壳了，也在破壳，基本上都在动蛋，孵化率这么高啊，十九枚蛋全部都成功了，这只应该是被踩死了，因为蛋太多了嘛。还有几枚正在出壳的鸡蛋，就交给岩洞里这只母鸡继续抱，把它放出来喝点水。怎么还是哦，还是三只小鸡。这只小鸡真要破壳了，放进去吧，这两枚蛋等一下检测一下是不是好的，已经破壳了，把破壳的这枚留在这里，不破壳的这枚检测一下，这些都在出壳，挂掉了，真的挂掉了。这只小鸡我帮它破一下壳吧，轻轻的破壳，它一直在往外面张，我怕它憋死在里面。你看这么小一个蛋壳，憋在里面多难受。咪咪，你别过来哦。就破的这个样子吧。它自己都能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它的生命力还是蛮强的，你看。好，出壳出壳了，它的羽毛还是湿的，慢慢的干了就好了，这小生命值得敬畏啊。好，放回去，等它继续孵，放到这里。咪咪，我等一下打你哦。把它抓进来，这只母鸡老是和我玩躲猫猫，孵化率还是不高啊。那十九枚鸡蛋那只母鸡孵化率真的是很高啊，基本上每一枚都成功，最后就是，哎呀，太痛心了。看一下这枚蛋，这是温水啊，都一分多钟了，一直没见它动过，那这枚蛋就是坏蛋了，可以淘汰掉了。这只母鸡真的是这么早它就把小鸡带回来了，你看它小鸡生长得多好，看它们喝水喝够了没有，喝够了就开始喂开食料。这只小鸡还刚孵化出来，毛的还是湿的，不过这样的天气不要紧，
开始有吃食行为的时候就可以喂料了。小黑，你姐姐呢？你姐姐去哪里了？大华，你反应怎么？你怎么老是躲到那个里面啊？你和小黑房间都分好了是不是啊？你看他一热情，小黑就不让他在我面前热情，真宠。大黄应该快发情了嘛，这么大了。真穗今年生一窝小狗宝宝啊？不对啊，一直有小鸡在叫啊。我先看一下你们回来了没有，是那边的在叫，这边的不要紧，它还小，它把这样，它从上面加温，所以里面很暖和。完了啊，12只小鸡，责任重大呀。天哪，我说怎么在叫在这里，幸好我检查仔细一下。小黑你怎么都不检查仔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马上就跑过去了。好了，完了啊，幸好发现了，要不然这只小猫很讨厌。弄好了，刚才是这个纸板张开了，我大伯把这个钉宽了，所以它从这里漏下来的。漏下来了之后，它又从这里应该是爬上去的，它知道找到这个位置，知道鸡妈妈在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，刚才全部是往上面撬开的。看一下它今天有没有产蛋，今天好像没产，看一下，厉害，一天一枚蛋。它产的这个蛋比别的蛋都要重一点。这只豹母鸡今天是第10天，完了。第5只产蛋母鸡每天产一枚蛋，这枚蛋是第7枚蛋了，还有3-4天啊，最多可能一个星期就要抱窝了。今天总共是孵化出来了16只小鸡，下面那只母鸡是带了12只啊，这只目前是带4只。岩洞里面这只还有几枚蛋，看明天能孵化出几只小鸡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